Hello， 文音你好，早今日我哋晨，古科老板，茶餐厅咧又开张啦。今日我哋啊大姐今日要陪孙啊，咁啊放假一日，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冇菜牌啦，好嘛？唔谂菜牌，系倾下偈啦。好啦，喳喳林分享咗阿嗰边点解贸易战啊？点解贸易战签嚟签去签唔到咧？咁啊，原来佢嗰边有私信咧就未。俾佢咧就係話，原來嗰八點咧，美國呢邊要求中方嗰八點要求結構性改革啊，傾嚟傾去傾唔掂咧，就係依八點。咁啊，嗱，你先講下第一點係咩啊？中方要進行稅收改革，間接稅改為直接稅。嗯，嗱，依度我哋讲，低嗰啲税率啦，等嗰啲企业中外企得到公平竞争咯。佢呢个咧就系话，首先解释下嗰个直接税收同间接税收啦。咁啊，嗱，美国呢边咧就直接税收嘅，咁咧我又可以解释下咧，就系话，其实美国每个州嗰个税收唔一样，好似我哋买件衫，咁诶有啲州咧就打5%几。咁我哋呢边咧就系6.8%，咁有啲咧可能8.8%，即系话每个州嘅税收唔一样。咁呢个税系乜嘢咧？就系话相当于你买一件嘢你就要加咁多税上去啦，就呢个政府收啦。咁同埋咧，佢亦有好细致嘅规范。咁譬如我哋去超市买个饼干，咁饼干要打税嘅，点解咧？因为饼干系一个成品，佢打开就可以食噶啦。就即刻可以食咧，咁呢个就等于系成品已经要收你税。咁譬如我买一棵菜，咁打唔打税咧？其实就唔打税嘅，点解咧？因为我仲要翻去加工，或者我买翻去，我仲要加工再可以卖。咁但系呢啲要加工嘅嘢咧，佢就可以唔打税。咁所以咧，佢亦有细致嘅分得好细咯。系啦，咁但系佢细咧，佢又公开嘅，所以即系佢唔存在咧。即系譬如我哋就唔使谂咁多嘢啦，我哋买一件嘢，几多税我就俾咁多嘢，就系、是、咁多钱啦。你唔可以再收多个钱，又唔可以咩嘢。咁但系国内咧间接咧，佢就可以重好多考纳名目收你一次收系啦，好多次系啦。咁中间咧就有好多不明嘅项目嗰个收费啦。咁呢样嘢就系最简单嘅解释啦。咁第二点就系嗰个国企垄断啦，开放电力、电信、石油市场，唔好俾即系啲所谓嘅国企嚟垄断咯。咁我觉得依样嘢就非常之重要啦。咁譬如你依个如果系开放咗咧，咁相当于而家中共嗰几大家族咧，就等于其实国企就等于系家族嘅企业啦。系、哎、就佢哋自己屋企啫嘛，好似攞嚟玩咁样。嗱，你好似李家李小林电力一姐系咪？如果你嗰、那个电力你开放咗嘅，咁你电霸简直就系电霸。系啊，电霸啊！咁你最简单，如果你石油帮石油开放，你唔系垄断嗱，好似我哋呢边。美国而家你我哋高极咧都维持咗从去年到而家噶啦，那个油价咧都系维持咗2蚊，最高系2.6，咁最低系去到1.99嘅，咁1.99，咁呢个系代表咩咧？即系譬如呢个价钱系1个 gallon 啊，1个 gallon 系即系等于4升，咁但系佢未开放咧，你国内咧无论我哋去到国际油价系上升定下跌咧？佢永远系咁贵，同埋有贵冇跌嘅、哦。国内嘅油价会系咁样，所以呢个系国企嘅要一定要即系打破个垄断啦。咁啊，即系变到就其他行业就可以有生存空间啦。咁第三系减少政府干预市场啦，咁啊取消各种检查、审批、收费啦，呢样嘢，呢样嘢又系直接影响到中共嗰种乱收费啦，系嘛？咁就收入啊，政府部门，即系其实我哋国内一听见咩政府部门咧，就好似黄大咁样嘅，即系话好简单，你开间餐厅，如果系嗰个卫生检查入嚟，
哇！你唔当佢神咁拜啊，系嘛？系啊。又唔知佢想系攞咩攞咩着数？咁啊，信封够大，咁啊稳阵啦。明明只大老鼠经过都话睇唔到嘅，好干净。系。诶，呢只可以系宠物嚟嘅，咁样咁米奇啊嘛。啲模式几靓喎，系咪先？好可爱。咁我曾经听嗰个笑话喺里边就系话，有一个餐厅老板就系话，我冇合格证，但我从来冇发生过火警，冇烧过系咪？其他烧过嗰啲咧都好似有合格证嘅。咁我觉得佢句说话非常之耐人寻味，值得人深思啊！点解会系咁样？咁好似美国咁呢边咧，佢呢啲部门咧就即系譬如卫生局入嚟。我哋唔可以话，你食咩啊？俾大包唔得。佢就算俾杯可乐佢啊，佢严肃起上嚟，佢话，你系咪受贿？你系咪想贿赂我？就咁简单。佢话你，如果你系要咧，我要杯水得噶啦，一杯水啊，呢个系等于免费嘅，佢唔收，唔涉及任何利益喺嗰度。咁佢美国呢边嗰个执法部门咧，就系、是、非常之佢自己又有佢嘅规范同埋佢嗰个。操作守则噶，咁所以如果呢点可以打破咗咧，咁我觉得真系恭喜国内嘅人民咧，即系无论各行各业咧做起嘢上嚟咧就非常之开心同随意嘅，就冇咁多嗰啲滥收费啊，嗰啲滥收系咯，好似你条公路咁，你起条公路系为咗方便市民嘅，你净系路费，你系在收路费，你都停到你晕，我觉得吓系。阻塞交通系、第四点，大幅改革劳工政策，提供工资啦，咁啊，允许工会嘅存在同独立运作，哇！我觉得呢样嘢又非常之不可思议喎。如果系系啊，系实行咗喺国内嚟睇咯，会帮到一句说话工人咯，劳工嗰啲政策。一句说话，可能你唔会再有边个人为咗讨薪而去跳楼，系咪？又唔使话咩上访啦，即系其实佢个起码冇咗嗰个996系咪？而家马云嗰个乜狗嘢啊？做六日九个钟嗰个系嘛？996啦，996啦，系啊，真系发瘟啦，真系。咁你真系当人机器咩？你当机器咩？系咪先？咁同埋咧，佢瞓觉系996吧，应该唔系做嘢吧？咁啊，咁我哋又讲下工会啦。工会呢个其实系喺西方自由社会咧，工会其实系一个系真正保障劳资劳薪阶层嗰个保障嚟嘅。点解咧？我哋用即系话倒垃圾、清洁、环卫工人为例啊，咁我曾经翻国内嘅时候咧，我从早上我未起身出去，我就见到个环卫工人一路攞个大扫把喺度清洁社区噶啦。咁到我玩完翻去，我要翻屋企瞓觉，翻去社区瞓觉，10点晚黑，我仲见佢喺度做咁多垃圾。咁到底佢一日系做几个钟咧？啊，我想而知啊，10点我要翻去瞓觉啦。我仲见到个环卫工人仲喺度倒紧垃圾噶吓。咁、但系咧，美国呢边嘅环卫工人咧，环卫工人嗰、那个工会咧，那个力量非常之大喎。佢可以影响咗成个点解咧？如果佢就罢工3日，你成个城市都不得了，会臭死你。我同你讲，系啊，咁多垃圾，同埋你冇。你唔好睇小环卫工人倒垃圾喺美国环卫工人呢、這个职业啊，其实佢嗰个地位非同律师坐喺茶餐厅坐喺高级餐馆同律师坐喺隔篱嗰个待遇系冇分别嘅，点解咧？佢入环卫工嗰度咧，首先退休军人佢优先。因为佢倒垃圾咧，嗰、那个福利非常之高啦，同埋，就算佢嗰个医疗保险，只要一个环卫，你一个环卫工，但系佢所买嗰、那个医疗保险系 cover 全个你自己嗰个家庭嘅，即系你妻儿啦，佢嗰、那个医疗保险一个人已经系全家都有保障，
全部保障噶啦，招一个、一个环卫工。咁同埋咧，佢个佢呢啲属于系厌恶性行业，咁所以咧，佢嗰个工作时间同埋各方面嘅津贴福利咧，系受到社会个保障嘅。咁啊，同埋嗰个福利非常之好噶。咁如果依个咧实施到喺国内咧，哇！咁我真系第等嗰种环卫工人高兴啦，真系。真系祝福咗佢哋啦，都可以有保障咯。系啦，嗰、那个工会其实系一个，其实工会咧，中共会点解会派有工会啫？即系有人同佢对立啊嘛，同佢倾诉啊嘛，系咪先？咁点解而家香港演变成咁啊咁咧？就系有班年轻人支持自己嘅理念，继续同政府抗争，就演变到今日呢个地步啦。好啦，第五点，我觉得第五点咧对西方国家系好嘅，嗰、那个知识产权嘅保障。咁、佢就话建立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啦，唔强迫外资技术转让。嗱，呢样嘢好简单，唔系如果我哋唔保障知识产权嘅，华为你今日都冇可能咁横行霸道啦，系嘛？到今日，我只要我唔供应晶片俾你，你就已经死到好似死狗咁啊！咁你而家仲有咩鸿蒙噶？咁你到最后而家原来透露出又系用翻用翻苏联嗰个，咁苏联嗰个技术咧非常之粗，就系滥造嘅。咁啊，呢个都未成熟，应该都系。唔系佢得，但系咧就冇咁高技术。其实佢系咁啊，晶片样嘢咧，我哋就冇咁多料可以去解释唔清楚噶啦。咁、但系咧就系唔系我哋唔系技术控啊嘛。咁大概讲一讲啦。咁第六点咧就系、呢个重中之重，我觉得系咪啊，文音系啊，呢、這个就系要开放个互联网咯，同埋新闻自由咯，最重要呢样嘢。其实系相当于拆防火墙啦，一句说话讲，系啊，咁我觉得拆咗佢先，系咁啊，唔使啲小粉红爱国都要爬墙出嚟爱国啦，支持嗰个月经期系咪？咁啲人又惊打开个互联网啊，中国会乱啊，知道咁多嘢，一定乱噶，一定会乱噶，点解咧？文贵先生之前讲就系话，联合以美灭共，以法灭共，系咪先？咁、但系最终系以共灭共。我觉得防火墙一打开咧，其实佢自己都会乱，系咪？系啊。即系当人民知道真相之后，边度使我哋而家晒咁多口水，做咁多节目啊，再反洗脑，系咪先？只要真系防火墙，就好似之前川咁，佢话只要。拆咗呢个防火墙三个月，系啊，拆咗防火墙，醒觉，好多人都醒觉，熊猫都变到虎，系啊，系。咁嗰啲我哋冇办法啦，我哋救得过就系、都叫功德无量，系咪先？咁但系咧就系、如果佢防火墙一拆咧，我哋都唔使嘥咁多口水噶啦。咁我觉得就即系呢个系重中之重，第六点要拆佢防火墙，所以中共佢打死佢都唔签啦，到而家。系啊，第七越起越高，仲要系啊，咁啊，迟早佢维护唔住埲墙，唔单止话起埲墙喎，仲要你爬到墙出边，仲有墙，墙外墙，大外孙啦，就喺墙外大外孙啦，仲俾个假嘅消息你睇啊，所以即系话我哋呢啲做宣传真相嘅即系嗰个仲要走嗰条路，仲要好远啊！系啊，都要佢哋有智慧，有咁嘅智慧开到智先知啊，唔系真系戆居居爬出去，以为睇到系真嘅，其实又系假嘅。咁咪运用下你啲智慧啦，师奶。系、师奶智慧。好啦，第七点，保护私有财产权同埋保护民营企业家，不可随意剥夺其私有财产，同限制人身自由。呢、這个代表性系边个咧？嗱，你讲下。王健啦，肯定王健啦，瓜咗，系咁亦我哋，其实嗰啲民建而家个个都应该惊噶，系啊，好惨啊，辛苦咁样，日日做三倍，咁辛苦搵啲钱翻嚟咁样，你中意俾你攞咗去啦，惨过做鸡系咪先？系啊，又要饮，又要出钱，又要出命，饮酒又唔知系真定假嘅，死咗每餐饭。每餐饭都是为了要签要达到
达到目标，达到物啊搏的而去食呢餐饭，真系背脊骨落喎、哦。系啊，加背脊骨落啊，真系。咁啊，你搞到啲咁仲有边？睇啱你有钱啊，可以随意攞咗你嘅，你边度边有边度仲有 send 出啊？同埋好多都系睇见你手上有咩古董啊，有咩都会想方设法啫，眼见不忙得到手。呢点又真系要保护咯，应该系呢点。O、okay, K， 最后一个中国人有好处嘅真系，仲有一个，仲有一个取消对国企补贴同出口企业嘅补贴啦。咁呢个其实就系即系亦系贸易战里边嘅。亦系一个重要一环，因为好似阿里巴巴啊，或者华为啊，点解淘宝啊，你乜搞嘢嗰啲，点解咁作威作福咧？之前咪去到边啊，去到国外买到非洲，连嗰个狮子个洞穴都买埋咧，系咪先？就系假真系，就系佢嗱，好似华为咁，点解你嗰个5G 又话如何如何强大，系咪我铺设个网路如何快？佢全部系用嗰个价格战。即系譬如我最低成本，人哋即系话啊，西方国家我最低嘅成本，譬如我要1亿，系咪先？华为可以可能出到1000万，我系你个十分一，甚至更低。咁其他嗰、那个民营企业点同你争啫？咁但后边你嗰九成系以一国之力去补贴、哦，咁即系话首先冇用冇话血本咧，即系其实即系话放血嗰个价格去抢到呢个订单，系啊，利润高啊，成本系低嘅，非常之唔公平嘅。咁佢仲要同你建设啲，俾你全部都系嗰啲流嘢嚟嘅，品质又唔过关啦。咁即系其实对成个世界嗰个即系个冇贡献啊。仲要是有危害，系咪先？我俾你起咗高铁，成日出事，会出人命。嗰啲系真系，啲人民街坊嗰啲真系。系，咁我觉得嗱，依八点读完咧，即系点解中共？点解你中共唔肯签咧？咁同埋每一条，除咗第五点知识产权保障之外，冇一条话系真系为咗 Trump 嘅利益同埋美国人嘅利益啊！我而家咁睇咧，七条都系。你依七条穿，依八条都穿咗落去，全国人民即刻解放，我觉得就冇话要去到澳洲去扫奶粉啊，系嘛？要去喺嗰、那个法国嗰度争破头啊，去争嗰个 LV 包包。你喺国内所有嘅价格系国际化，系咪先？系，即系冇可外代购啦，安全有保障，唔使需要代购啦，搞到澳洲 B B 冇奶粉饮啊，阴公。唔系咯，嗱，好似你依几日又话啊打贸易战，我如果你抵制美货嘅，点解寻日嗰、那个Cisco 嗰个连锁店开三个钟已经要关门啦，抢晒俾人。唔系最离谱嘅就系话猪肉嗰度系直头系抢牛肉抢猪肉系浅踏式去抢，我话哇到底里边你哋系缺乜嘢啊？真系非常之可笑。缺安全嘅食品咯，成日话反美吓，打到美国帝国主义吓，个身体系好诚实嘅。咁所以佢依八条一公开，你中国人民你自己可以睇到。系咯，呢个贸易战到底为谁而战？为咗乜嘢系啊？为谁而战系咪先？佢够胆公开先得嘅，公开等啦。所以即系话，文贵先生所讲，而家系进入咗全球自动灭共。咁而家最后一个阶段就系以共灭共。我觉得即系话，而家 Trump 打嘅手法咧，非常之高噶。叹为观止，点解咧？佢句说话搞到内部，我可以俾乱三日，点解咧？佢话我琴日接到有个两个中共打过嚟嘅电话，佢唔打，佢唔叫讲打边个，佢高层打边个打，又唔知讲乜嘢，搞到紧爽答两日都答唔到，好似冇啊，冇啊，系啊，咁到底系边 Q 个系咪先？阿奇生又话唔系，咁啊，习喂，屌我而家仲睇紧文物。
仲拜紧神，我有 Q 事，我都冇长途打俾佢啦，系咪先？即系你搞到你里边内部乱糟糟。嗱，仲有最新，我哋最新嘅报道啊，美军两艘导弹驱逐舰已经进入十五海里南海，啊，呢个非常之振奋啊！呢个非常之振奋，话喐手噶啦，嗬。有个仲话，诶，只要你台湾 F-35一落地，就系、是、解放台湾之日。系哇，嗰条扑街真系发梦谂嘅嘢，佢真系讲三五次，佢以为真理。哎呀，真系可笑啊！而家见里边啲人，咁啊，仲有文贵，诶，讲埋文贵先生佢嗰个最新嘅视频话，香港如果解严法。嗯，佢虽然讲咗十分钟、十二分钟，哎，你四个字都可以总结噶咯，文音。共产共妻咯，你系我嘅，我嘅系我嘅，我嘅都系我嘅，系啊，即系话依个法，呢、這个紧急法啊，乜嘢乜立咗咧？所以林郑月娥之前点解啲港人，我听见话称佢个名为柒婆咧，我觉得非常之对一个女性嘅唔尊重，但系而家睇嚟咧。佢实至名归啊！名归啊！你呢、這个女人非常之险毒，为咗一己私欲，为咗自己嘅利益，可以出卖全港700万人嘅利益。咁对佢系有利噶嘛？佢梗系做啦。喂，你都咁 Q 老啦，你做咗几多年啫？同埋你唔系话喂你害咗几多个人嘅家庭，同埋成香港八年的沧桑所换回来今天的繁荣是被你毁于一旦。还有你看现在。家企人的啦一定的。我觉得香港我们做完这个节目我们即刻就转头去看回那个今天有那个Me Too 那个直播。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真的希望更多的勇敢的年轻女生企出来讲他们的遭遇。咁同埋为什么那五大诉求其中一个要成立那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呢，这个非常必要的。咁因为现在你中共他揽权还要是派那么多武警下去当人家麻包袋那么打。同埋对女性做到什么呢，这个一定性侵害咯。一定的。这个。都不是香港警察做的，你都不知道在哪里找。不是你现在医院里面流出来的那些 X 光片啦。是啊。啊所断的位置呢断的很硬正的骨头都断。不是最简单它有一个是那个手臂那个手瓜那个节。那个是人体我们手的最硬正的部位来的。但是那里都可以打到骨折的，你是用什么角度和用什么手法 去力度去打可以打断那条骨呢，可想而知啊！你唔系话断，你唔系断手指啊，你唔系细路仔嚟嘅，腿嗰度啊，嗰度好容易断啊，系咪先？我踢波，我哋踢球都会断，但你话手瓜嗰度，你系真系要用暴力，系用真系好残暴个嗰力度先可以打断嗰一截嘅。咁嗰一截都断到咧，可想而知。咁而家年轻人所受嘅痛苦啊，咁所以真系希望。白宫嗱，而家令人振奋噶啦，90000+差少少嘅啫。咁嗰个白宫签名咧，就即刻会过。咁其实后边个数据已经出咗嚟嘅，要过100几万咁啊。搞神喺度。喂，咁佢唔抢，佢唔会打到佢今日咁啦。日日念《葵花宝典》喺度自宫自杀。喂，佢哋唔够人手派你去同佢哋阉好唔好？好啊，攞笔大臭钱磨你去。你仲暴力，你仲暴力，唔使消毒啊，唔使消毒嘅，唔想生锈嘅。哎呀，原来你错，只不过所以冇得罪女人，即系呻下啊嘛，咁衰真系啊。好啦，咁我哋就呼吁，即系话香港年轻人真系撑埋最后呢段时间，咁啊，即系话我哋都会一齐陪佢哋行落去嘅。是全世界嘅正义力量咧，都会同香港年轻人企埋一齐嘅。咁希望啊撑过呢段时间，咁啊尽快睇到美国呢边立法出手，咁啊减轻咗年轻人嗰种伤害，好唔好？系啊，要加油。
OK， 香港加油啊！咁我哋转头，我哋而家即系去睇嗰、那个Me Too 嗰个直播，睇下有冇新嘅消息咧。我哋转头再下集翻嚟同大家分享啦。好。OK， 好，拜拜。拜拜。